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个鸡是刚从菜市场里面买回来的，我们这边卖9块钱一斤。今天中午就把它做了，这鸡要简单的清洗一下。刚才让那个老板已经洗好，把毛都拔掉了。这9块钱一斤的鸡不是自家的，都是吃那个饲料长的。下面拍几个蒜，还有生姜，等会这个鸡要腌一下。再拍几个生姜。这鸡要划上几刀，等会做的时候就入味一点。蒜末、姜末，然后放点老抽，再放点生抽。再放一点米酒，再放两勺白糖，然后要大概要腌个20-30分钟。那鸡肉要腌制一段时间，利用这个时间把这个火给点着了。鸡肉肉接下来就可以做了，我烧开了。下面垫一点生姜，垫生姜是怕等会那个鸡肉放下去的时候会粘锅。然后把这个鸡放下去，然后把这个调好的汁也倒下去。我盖上，我盖。这个火不能太大，火太大了一下子那个水就会蒸发掉。这今年第一次吃甘蔗。这个小狗不知道是谁的，这不是我家的啊，我爷爷还以为我家的呢。天天在我家，对他是那个流浪狗，受不了。现在已经好了，好香啊。这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鸡给盛出来。现在都做好了，还有一份青菜。尝一下，看起来很有食欲啊。这今天就我一个人在这。这个味道真不错，这味道杠杠的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要吃饭了，今天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